乌鱼子香气四溢，让人光看就口水直流。虽然到了乌鱼子产季，但今年想吃上一口乌鱼子，荷包恐怕得多掏点钱。该买是买啊，价贵嘛不要紧的对吧？不要紧的哈。云林养殖乌鱼子运输及人事成本都上涨，四两重的去年一斤2000，今年一斤2500，8两重的今年更要3000元以上。业者透露，大约涨了20%。一万条要。 才收5000斤的乌鱼子，今年差不多3000斤而已，就少了将近快一半。除了成本上涨，再加上今年不够冷，暖冬导致养殖的乌鱼卵偏小。海捕的今年的那个乌鱼也算是提早报到，补了这个缺口，还是供不应求。 即便海捕乌鱼子提前报到，但仍是数量有限。下个月即将迎来农历春节，乌鱼子需求势必增加。在数量稀少的情况下，即便愿意多掏钱，也有可能买不到。 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，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